If I Know， 我是刘亦菲。这次来看迪奥的秀，超兴奋。Yes， 看完秀呢，有没有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单品呢？用三个词来形容迪奥这个品牌：经典、传承、突破。你曾经有收到过自己特别嫌弃的生日礼物？No， 所以别人送的礼物你都会很喜欢的收下，因为我觉得是一个心意嘛。冬天会穿秋裤 ？No， 所以你很嫌弃秋裤吗？觉得自己性格中或多或少有一些逗逼特质。这牌子。Yes， 所以你有做过什么特别逗逼的事情吗？这个很难细节去形容，说出来就不逗了。就是这只能这个叫什么来着？只能感觉。你每天必敷面膜。你平时在护肤上有没有什么小的 tips 可以跟大家分享？就是适合自己的清洁重要，清洁和防晒。你是一个爱吃的姑娘。No， 所以你其实是会为了保持身材而控制饮食吗？不是为了保持身材，而是我觉得吃饱就行了。我的要求就是有时候一碗方便面我也挺开心的。